加男演员大奖，那可以最是可以代表我们 Burberry 英伦精神的代表。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吴康仁。康仁。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镜头。帮我们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左边的镜头。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收音可以吗？可以吗？哦，你们在这哦，那我这样子一点哈。好 ，OK。恭喜康仁哥哎。什么？很多次吧，有没有？打扮像康仁。没有啦，我觉得那个是，就很谢谢香港评论协会。自己心情怎么样？打扮一个那么大的前辈，我笑这样子。我不会这样想哎，我觉得就是因为。香港电影是近几年会有很多新的气象，很多比如说一些新导演会尝试一些不同的题材。那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可以过去香港拍电影。那因为本身对于香港电影的情感是很深的。那其实你这样说，我反而会觉得，因为早些年我们从小时候看 TVB 啊，看香港电影，那。加上我们的电影台又这么多，24小时可以不间断的看得到香港来的电影，那不论是片型跟风格都非常多元。那其实我们都是看着这些电影前辈演戏长大，那再加上自己后来的演员生涯当中的有很多，其实我觉得很潜移默化的，在很多的片段跟表演的节奏上，其实都有在模仿他们。那他们其实滋养了我们很多，我相信。香港演员滋养了很多我们台湾的年轻一代的演员，因为过往我们没有太多在类型戏上没有太多模仿的对象，可能一开始会参考香港、参考日本，甚至参考韩国，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多多学习的地方。这次票房已经破亿了，还没破吧？应该就是电假上是期待看这个礼拜。这礼拜过了5、6日之后，应该就有机会。我就想说要吹捧一下，因为差一点点而已。我觉得就因为第一次做宣传，可以做这么长的时间，从金马的入围到颁奖到上映到现在，我大概跑了3个多月、4个月，将近4个月。那我们还不算香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部分，其实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这样子。不断的跟影迷见面，这样是自己觉得复读青年是很被眷顾的。嗯，今年算是有很多好消息。如果总结2023，有没有觉得比较感动的时刻？我自己觉得做演员很容易会跟观众有一点距离。所谓的距离，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在工作，影集的时候，像我们拍摄很多影集，那拍摄影集的时候，大家可能看的是电视，那你不太可能会跟观众有很近距离的互动，所以其实你不太清楚，比如说你拍了一个影集，可能顶多是网络上有些人回馈，但跟观众的见面是很少，跟我们以前那种拍偶像剧的时代不一样。偶像剧的时候，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很多那种影迷见面会啊，但其实。
近几年开始大家收看影视的方式加上类型有很多的改变，所以跟影迷很远。那后来因为前年有拍了一些电影，等于是说因为这些电影的关系反而又跟影迷的距离又有点拉近。那我自己觉得不管是拍电视也好，拍电影也好，就是只要能够跟观众进一步有接触，我都觉得那种回馈对我来说都很直接，而且受益良多吧。因为有好的也有不好，不好的我们会虚心接受，然后不断的也是为了要求进步。那我相信对导演他们也是一样，很多新导演也是一样，他的下一部片该怎么办？那对演员来说就是，那我的下一部片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想问一下说，就是电影《还钱》里面是一个 ABC 嘛，那这个角色是怎么样做诠释的？我觉得我自己收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跟导演关系王鼎麟，那他从他第一部开始拍的一个短片我们就有参与到，那时候就觉得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交情，那他请我去客串这个角色，其实是破格演出吗？我不会觉得是破格演出，只是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刚好刚忙完一个工作，马上就去他的剧组报道。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支持，就是友情客串一个支持鼎麟导演，他因为要拍一部长片不容易，那其实我自己觉得他当导演这条路其实蛮辛苦的。他之前不管是拍短片也好，后来到他拍电影，然后后来他又有其他的影视作品的筹备，那也蛮坎坷的。那我觉得他这一次能够再拍一个所谓的贺岁档的长片，我自己觉得只能够参与他的片子，我自己很开心。那尽量去达到他的要求，尽量。现在有点口音吗？没有，我现在其实我那时候的口音，其实我已经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全是 ABC 还是全是一个，还是过渡青年，还是一个类似日本，有点像日本去美国学一个 ABC， 然后再回台湾的一个循环。当然，我觉得就是尽可能去服务那个角色，去帮助到他。毕竟他们还有帅气的主角群嘛，那我就尽量在里面去做一个类似导弹的一个角色。感觉差好多，看到的那个片段的人，我觉得让人有点讨厌啊。没关系，我觉得角色讨人厌没关系，我本人不要讨厌就好。而且我们刚才就问哲行，然后哲行就说，如果是有欠钱人，很适合进来看这部，暗示一下，那你也要催一下票吗？催一下票嘛，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会配合他们的那个宣传活动，但我有帮他们想一个，就是我有跟他们要一件那个还钱的 T 恤，那我打算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更多，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就穿那件衣服跟朋友聚会啊或家人聚会的时候打麻将，然后因为他的 T 恤上面写还钱，另类的招财，就是如果跟我们打麻将招财的时候，就是希望呢，就是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就请他们交出来给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二月接下来马上要到这个，今天来逛新店，有没有什么想要买送给你们？我没有特别，其实情人节我不会特别过，但其实Diamond Towers 我是第一次进来，那我觉得气氛很好，然后主要是因为这次 Burberry 有邀请，那有 Burberry 有全新的店面，那我自己是很喜欢 Burberry 这季它的包包，它包包的五金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是我自己也喜欢比较 vintage 的东西吧，所以它的五金，比如说它的铜啊，还有它的那个不锈钢的使用，它的铁的使用，那我就觉得那些五金的重量感在包包上就会有一种存在感非常的足。那我很喜欢他这一季设计的那个侧背包，对，那我觉得那个背包不管是男生背女生背也很方便，如果像这种东西我觉得都很建议男性朋友买，就是你送给女生背也可以，但偶尔他不背的时候，因为女生有时候你知道女生替换率非常高，他有时候不背的时候你就拿回来自己背，我已经计划好了。所以原味的柜子里面有都缺一个包包吗？我不敢说他，但我觉得女性朋友应该包包永远不会嫌多，
那我自己觉得不管是配件也好，现在很多中性的东西，那有时候男生拿来用，女性朋友拿去用都很方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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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请看到这边留来邀请Burberry南亚太区总裁Lisa来跟我们拉近到底有什么。